来跟大家开个快递，我经常忘记买了些什么东西，你知道吗？这什么呀？哦，门铃，我买了一个门铃，因为我们家之前是原来房子比较老的线路里面就嵌在墙里面那种门铃，然后那个门铃我觉得没有很好用，后来我就想说换一个，买了一个这种比较现代感。然后这个是我买的最近一些用来比较健康的东西，其实也不是，就是我最近在某书上面看到了一些食谱，然后就比较简单，因为我最近很懒嘛，早上的时候就随便做点东西能吃，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买的东西。买了一盒这种，看到吗？抹茶粉。然后我最很喜欢喝抹茶粉，我之前买的那种比较小包一点的，然后我就会加，你看你们自己的减肥的需求，如果说你有减肥需要，你可以加杏仁奶啊，然后脱脂牛奶啊，或者是加燕麦奶，什么都可以。让我觉得比较好喝是加全脂牛奶，所以我一般是加全脂牛奶的。有时候可能会偷一些毛桃的杏仁奶跟那个燕麦奶来喝。我还买了一套做抹茶那个工具，应该明天才会到，但是用勺子搅一下也是没问题。然后买了一包这种燕麦，就是看食谱上面好像燕麦可以做一些，那些超模会做那种 super food 的那种，就加一些冻干水果进去，看起来还挺好吃的样子。然后买了好多冻干水果，因为我买新鲜水果经常很容易烂掉，我就会忘记吃什么的，然后我只是用来榨汁，还有有时候就是跟燕麦或者是跟酸奶一起吃的，所以我觉得冻干的水果对我来说就够了，而且冻干的水果就是它保留了水果最营养的部分，所以我觉得 OK。 这个是那个我很爱吃的 raspberry， 买了两包。然后这个是蓝莓，是我很爱的水果，是两包。然后草莓两包，就可以把它们打在一起喝。现在去安装一下我这个门铃，找个插座把它插起来就可以了。它也可以打洞装上去。毛桃，桃，门铃到了，但它有可以贴的，因为我买了一盒这个抹茶粉。之前太小包了，买了一盒，粉太细了。就是他了，这样比较有识别。脑子有问题吧你？哦，我跟你们说，我现在有个很纠结的事情。现在是晚上的凌晨1:30，但是我真的好想好想吃四川冒菜。我今天刚刚为健身跳了2套操，不过我吃了四川冒菜，我就前功尽弃了。但是我真的好想好想吃。刚才毛桃还讽刺我，他说：“哎，你吃了你跳什么操？你就不要跳了，你跳了干什么？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呢，我要是不吃四川冒菜，我今天晚上就会睡不着觉。我睡不着觉呢，我就会通宵。那到底是吃四川冒菜的危害比较大，还是通宵的危害比较大呢？所以你吃了吗？还没有吃，我在纠结。要吃就抓紧了，哎呀。真的吗？真的可以吃吗？那你打算等天亮了再吃。好吧，人生在世，吃喝二字。吃吧吃吧吃吧。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奥雷，今天带来1983年上映的美国分段式恐怖片《阴阳魔界》上集。此刻他终于明白，被歧视者平时活得有。
锵锵锵锵，嗯，什么？对不上焦。锵锵锵锵。桃桃，一定是你做的早饭不好吃，相机都对不上焦。锵锵锵锵。好吧，我还是手动对焦。桃桃做的早饭有 avocado， 然后吐司里面夹蛋，这边还有 bacon。虽然我知道 bacon 不是很健康，但是它真的有一点点好吃。哦，我订的那个还没到，订了个专门做抹茶的工具套装，大家就随意一点，想喝浓一点就多加一点，想喝淡一点就少加一点，那我就是看心情，然后加一点热水。加一点冰，扎着麻布来跟大家宣布一下今天下午的行程。其实今天下午没有什么特别的行程，就是陪我妈去 Home Depot 买点东西，因为她练了好几天了，然后今天下午正好没事就陪她去一下。今天也没有要干嘛，穿的比较随意一点，上半身是之前我在视频里出现过大家有问的，就这件扎懒的一件绿色的短袖 T， 弹性很好，穿上也很舒服，我觉得蛮好看的。然后裤子的话就是我最喜欢的 Chafe 的这条。腰带之前大家有问哦，不过这个腰带我也找不到链接给大家，这个好像是 Nanushka 去年还是前年的一个款式，我当时其实有点后悔没有多买一条，后来就没有再卖了。然后包的话就是最喜欢这个奶牛包。好了，那我们就出发了，我现在叫我妈起床，她应该还在睡午觉。还有什么比在下午后吃一个有什么比在下午后吃一碗西瓜更惬意的事情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杯垫，皮的，一个小架子，这样子还蛮简约的，我觉得。可能会有人觉得这个黑色的窗帘颜色有点太深了，但因为我们到时候这边要摆一个银色的沙发，银灰色吧算是，然后我选的这个挂画里面有黑色的元素嘛，再加上整体我们墙面的颜色就是米白色，也是偏白的，所以我觉得整个家居环境里面有一小块是这种比较深的颜色，我觉得是 OK 的。
最后搭配效果应该会蛮好看的，在我想象当中啊，反正到时候摆上去之后就会知道最终的效果了。圆满成功。Hello， 大家晚上好。我现在这个造型是不是很奇怪？但实际上这个就是我日常晚上护肤时候的造型。今天晚上做了很多家务，然后还把很多东西整理了，放到阁楼上面去什么的，已经很累了，所以我今天就不打算运动了。我真的没有偷懒，我真的很累，所以今天也没有资格晚上吃什么夜宵了。因为待会打算看《乘风破浪的姐姐》，一看就要看一两个小时，所以我打算搞一点相对健康的东西给我自己吃。用的是这种低脂的酸奶啊，大家反正根据自己的减脂需求，差不多。我搞一点蓝莓，很简单啊，然后热量也比较低。虽然我觉得吃这种东西跟四川冒菜还是差距挺大，但是聊胜于无。这就是我今天晚上的一个夜宵，我已经很满足了，因为今天没有运动。因为我上半身已经涂了防晒了嘛，然后下半身因为我懒得在腿上涂防晒，所以我穿了一条长裤。因为待会我可能要在毛豪叔叔家后院烧烤，然后想说穿运动鞋会方便一点。你们看我的拼色裤管牛仔裤和我的匡威居家必备好鞋。墨镜出来了，好，我的不会不会，他在吧唧吧唧，我害怕。不行，太晒了，太晒了。我总感觉你快把吊床弄坏了。这真的不行。等到都快熟了之后，然后再给它把表面都浇一下。下面我拿个大的铲。这次就是6到8，你现在看要不要？这个比水煮的玉米要脆，要香，烤的肯定好吃。辣椒真的太好吃了，我真的太爱吃辣了，我怀疑我上辈子是个四川人。我已经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吃火锅了，我好想念火锅，牛油麻辣火锅。我没看见火锅，可以做的啊。最近好像有海底捞外卖，也不就是你把他们把锅寄给你的。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开始在家没朋友，然后就开始报瑜伽课。